一直以来我的作品关注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或者是个女人，基本上就是想表达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包括生活在她身上能反映出来的一种东西。就是我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所有的这种理解。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自己的沉浸世界当中。所谓的跨界嘛，无论对这个明星还是对艺术家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稍微超出自己原来轨迹的这么一个东西。也许未来会更多的激发一些我的潜力吧。我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这种感觉就是既拥挤又孤独，就是这种感觉。老师想要表达什么？就是你看脚本的时候，也许并不一定真正能够体现它的用意。很多内容都是比较抽象的，但是就是在你拍摄的过程中，你可以融入到这个意境当中。这些东西是你平常不会去想象到的，不是你涉及到的领域。